然后我自己的生日跟龙轩是一样的。所以龙轩对你有在跟你告白？我跟你是同一天生日的，然后我妹也是叫嘉恩，所以我们家算是跟你是一家亲。回去坐好，大家都回去坐好。为什么现场有什么人都没有冲到台前的呢？快点回去坐好。好，我帮你送礼物给国义。来，国义，等一下，你弄到国义，这是他送你的礼物，谢谢你。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好。不要这样子，快点，我们要结束活动。